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奥特曼，欢迎回来普利亚魔族。好的，那我们呢？今天啊，我们今天继续把我们剩下的，哎呦，笑一笑，不要乱叫，会错几哎。啊，我们今天呢，把剩下的恐龙呢，啊，继续抓一抓，看一看，然后呢，舔一舔，再泡一泡牛奶啊，没有啦，哈哈哈。啊，恐龙不是 Oreo 哦，不要这样子搞，好，这样子搞有点恐怖。啊，已经开始就走猎奇取向了哈，好不好？那么待会呢，再去寻找新恐龙之前，老头想要先去那个，我想要先去死亡岛，不是那个什么岩浆龙火山岛，火山岛。好，老头想要先去火山岛一下，因为我要去那边驯服，用那个强驯的方式来驯服我们之前看到那只死神，好不好？我们那一只死神呢？我们没有看，我们那时候没有成功的驯服嘛，因为它好像是没有显示野生的样子，好，它好像是没有显示那个野生的样子。等我一下，我把这边声音关小一点，有点吵啊，是的。好，然后那边好像有看到我们上次本来要抓，结果呢？好，本来要抓，结果怎么了？哦，在那边找到了。哦，我们要抓，结果他被打死的那一只刚好遇到，那我们就凑巧的抓一下好了，好吧？反正都遇到了嘛，是不是？然后好像被挡住了，哦，超恐怖的，搞什么东西啊？哦，受不了哎、欸，哦，别啊！哦靠，这个速度，完了，他把我卡住了。Oh my god， 这个速度很恐怖啊！哎、欸，真的是不好抓！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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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这到底在冲哪里小啊？不要抓，不要抓 ！Oh my god， 飞高一点，每次都错失良机，受不了哎、欸！看他跑去打谁？还打副杰勇？他就是特爱。他就是一直喜欢这样子主动攻击啊，所以才会惹是生非啊。我没说错，哎、欸，他满血嘞、欸，天啊！完了，他要被害龙咬死了，这次又要没救了。Oh my god！ 哎呦，这边上我。都抓不到啊！真的是越来越气啦！我说真的，每次要抓都错失那个良机，然后现在我要被咬死了，是不是？咬得好啊，非常棒，咬得好啊，嘿，没有错，你真是太棒了！好啦，各位兄弟们啊，我们刚刚呢不小心宕机了哈，所以说呢刚刚录了七分钟机务档不见了，呵呵，所以说我要重录了。不过呢这边补充一下我们刚刚所做的一些事情哦。我们刚刚所做的那些事情就是我成功的找到那一只很恶心的东西，但是呢那一只顶多就是移动速度快，长得像鸡巴恐怖哦，没关系，待会我们回头的时候就是回到家哦，我们再来展示给各位看，我们已经抓到它了。好吧，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、哦。那接下来呢？他像目标已经锁定我了，但是呢，我们开了 Guard 模式冲进去，先强熏一波，然后强熏一波把他带走，强熏一波，熏，好熏了，强熏一波把他带走。嘿，对，怎么带走啊？重点。拜托，被他自己招出来的东西围殴啦，这才好笑，好不好？欸、拜托，不要再让我宕机了，把他带走好不好？有了，我们家的那一只死神被我们带回家了，哦，然后呢，这个被击杀不要理他，啊，我们的啊施救兽被攻击了，好，我们赶快离开这里，好不好？我们赶快先离开这里了。好、哦，让他们在那边自生自灭吧，我可不想要再宕机一次了。三小啦，别来乱啦，你们走开啦，烦死人了。好、哦，终于来到这里了，回来了。好，
那么呢，为了补足刚刚没有办法让你们，应该说刚刚补足宕机的那个部分哦，啊，你看他召唤了这个木乃伊，哦，好看就是他，很恶心有没有？然后呢，他真的移动速度快到一个吓死人，他就是那种常常出现在恐怖电影里面出现的那种怪物，有没有？哦，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直接冲向你的脸。哦，他的右键呢是双爪球，左键是普通咬击。哦，你看，好弱的攻击力。好，成功咬死了一只，恭喜他，是吧？他的属性其实蛮弱的。哦，然后呢，他的 C 键，哦，漱口，喷口水。就大概是这样子而已，没了。好，他就这个样子。好，把他带回家。敷衍介绍。好，让你们并驾齐驱，放在一起，好不好？好好培养感情哈，好不好？那接下来看一下我们的死神。我们的死神，哎呦，酷哦！这个死神做的真的蛮不错的，有没有？给你们看一下全画面。为什么我看到他突然想到那个？什么什么王者的某一个动漫叫什么不死王者是不是？虽然我没怎么看啦，但是呢，听说神作哦，哇，这个镰刀上面还有刻一些纹路的如石符文是不是？卢恩符文啊，卢什么符文的？相较之下，这个模组它这个材质纹路其实做的还蛮精细的、啊，个人是觉得不错啦。哦，那该怎么说呢？就是。他的技能我刚刚有玩嘛，是因为我刚刚宕机嘛，他的技能都是召唤技能，然后可能召唤到后面直接宕机了。好，因为像是我现在这个视角超靠北的，我一上来我的视角就是这个样子，好不好？我完全看不到我的本体。然后如果你按 K 的话，你会整个头晕目眩哦，还是不要这样做好了，我刚刚有点头晕会吐了。然后右键呢？释放这是沼气的东西，左键没有什么反应，然后 C 键更没什么反应 ，X 键，哦，就召唤一群尸骸飞龙，哦，没了，好，可恶，哎、欸，救我啊！完蛋了，我中了孔明的陷阱，出不来了，啊，终于回来了。我们终于不用再受到死神的诅咒，我们再也不用受到死神给我们的下降头啊！下降头，嗯，好，不要理我。好啦，各位兄弟们，啊，老头呢，现在看到这一只呢，啊，算是难得一见的一只啊。因为呢，上次老头有一集鲨鱼人的那一集，老头不是说要找到他们的老大吗？哦，好像就是这一只的吧？因为我发现他的名字不一样。哦，他的名字不一样，你看有没有？这个感觉好像是哦，某个那个队长之类的，那個、样子好像也不太一样哎、欸。然后现在发现他在追我，我没有在打他。哦，我看好强好强，我们先驯服他。哦，不要动！结果驯服不了，那这该怎么办？强驯吗？强驯吗？哎、欸，这不是哎、欸，是野生的。哇！我会被他弄死。我说真的，他不是野生的、欸，他只有分性别，他非野生。那这家伙基本上只能强训了，好不好？又跟我们之前一样了，应该是不会冲上来吧？来 ，guard 模式打开，来强训你，强训一波。嘿，你好，哎、欸，哇塞，他这一只有帽子，这船长啊、哦，哈哈哈。我看一下，哎、欸，他帽子怎么这样戴啊？这是哪一国人戴的帽子？长这样子啊？好像那个什么包子哦，里面夹那个红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呢，外形我是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变啊，因为我已经有点忘记我们鲨鱼人到底真的长什么样子了。我鲨鱼人战士，我呵呵呵呵呵，我呵呵呵呵，你看他跳起来超黑皮那个脚，喂嘿。你确定好好一只鲨鱼这样跳正常吗？别这样子啊，大哥。哦，攻击一样哎、欸，没什么变哎、欸。
西建啊，就只是改个名字，然后稍微装个不同外形而已，这样子。哦，干什么东西？哦，然后这只还是一样跑非常的快啊，依旧对他没辙啊，我真的对他超级没辙了。哎，没辙到一个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跑速点120，哦，稍微快了点。我追不过这只啊，除非他卡住啊。哇塞，太夸张了！死内，打打，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厉害！哦，右键原来是流血啊、哦！你们应该可以靠得赢雷龙吧？哦，干干干！看，我们能打一下190，要说要打雷龙，感觉有点危险，我们打不赢啊！你们血多少？2000多，还好啦。滚滚滚！右键滚，释放流血技能。滚，还好攻击速度快。右键，先让你放血。滚滚滚滚滚！好，大胜利，大胜利，大成功，大成功。好，然后我们这边还有这个，放血。滚滚滚！暴力讨债，暴力讨债，好笑、啊，好吧。这个我们这个鲨鱼人啊，这种什么普罗级的鲨鱼人，应该是这样讲吧？啊，因为那个英文我看不懂啊，所以说呢，我们就只说普罗级的鲨鱼人，大概就这么简单，好吧？那、我以为呢，他会体型很大只啊，我以为呢，他会有一点不一样，结果呢，哎，就只是这个样子而已。有点小小的失望，算了，没关系。总而言之呢，我们还是遇到了哦。算了，我们先带回家好了，拿它来跟之前的做比较看看，好不好？拿它来跟之前做比较啊。我们那个施救兽先暂时放那边、欸。另外一只在哪里啊？我看一下啊、哦。我们另外一只鲨鱼人跑去哪里了？嗯？突然要我找，现在找不到、欸。哎、欸，我们另外一只鲨鱼人去哪里啊？他死去哪里啊？哇，我们鲨鱼人呢？还蛮拽的那一只，怎么没看见呢？哈哈哈！我已经忘记我把它丢到哪里了、啊。一个被我超级遗忘哎、欸。哦，看到了，到底插在哪里啊？好像真的没什么插哎、欸，是插在肩膀上，是不是有两个背板这样子啊？我们来看，哎呦哎、欸，稍微比较大只一点哦。然后呢，帽子，但是武器都拿一样的。它唯一的差别就是它有一个帽子，跟肩膀有两个背板，那个两个板子没了，好吧。但攻击模式大同小异，我觉得这就只是一个造型而已啦。对啊，没什么，功能差不多。那这只会不会放血，我就不晓得，因为我已经忘记了。好，我已经忘记了，好吧，算了。那我们那边有一只可爱的鲨鱼人呢。哼哼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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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好了，不要理他，让他就是永远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就够了。好，我们不打扰，好不好？不打扰就是我最后的温柔。好吧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啦。如果喜欢影片，那就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，下方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次普利亚模组再见面了，拜拜。